来看到高尾六十病院设置强照中心，伫咧病院附近的绿地基点，拜一到拜五拢会安排着无同款的课程，或者设置的中者会当透过体验甲活动来延缓着设置的镜头。基点即间是特别邀请着老师，带着长辈来制作着色彩真济五仁米粉粿啊，利用着无同款的植物来制作，是好食又阁好看。这天的课程不只是让长辈动手动头壳，也来加强这色彩辨识。中者将亲手制作的米粉粿啊，放伫鼎底，期待美味的成品。后尾又是便衣伫顶内落地基点，这天邀请老师，带着大家用蝶豆花、红龙果、金瓜等农产，制作色彩丰富的五仁米粉粿啊，新奇好食，阁好看，长辈是拢真学咯。我逐天讲迄个米粉粿啊，白色的米粉啦，原味的啦，佮红龙果的啦，蝶豆花啦，南瓜。啊，紫色地瓜啦，五种颜色啦，真水色啦，真水真 Q 啦。煮这很好吃啦，很好啦，我头脑很健康啦。我们今天做的是面疙瘩哈，啊，长辈他们讲的是米粉粿啊，除了传统之外，还有创新哈，啊。那创新我们加了火龙果、南瓜、紫地瓜、蝶豆花，还有它本身的颜色哈，啊，这样子颜色就是。帮长辈补一下他们的平常吃不到的一些膳食纤维哈，希望长辈他们会开心，然后他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，还有要许愿说下一次想做一些传统的米食。有些病医表示，先在设置强照中心和落地基点，都是为着提供设置长辈和照顾家属多方面的咨询和协助。提醒民众，若是厝内有长者出现疑似失智的镜头，请到病院来看诊，确认是不是有失智，提早治疗才有法度有效来缓解镜头。我们做失智的师资公招是从106年成立到现在，那同步我们成立了虎尾据点跟园长的鹿北的这个据点失智据点，那失智公招中心最主要的服务。不是以失智个案的长辈的服务，然后还有家属相关的一个协助。那我们据点就是提供地方给失智长辈来这边进行上课。那也希望说，真的在社区上面，如果发现到有疑似失智的个案，赶快到我们若社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身心内科进行确诊，然后让长辈能够及早接受治疗，延缓他的失智进展。透过落地基点安排课程，然后长者有多元的体验，也让因会当减慢失智速度。增强认知能力，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。